好，这里是澳洲 VTV， 现在是 Middle Break， 很多学校都很安静。咦，等一下，为什么 Flinders 这边这么热闹呢？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。原来 Flinders 为大家举办了一场盛大的 BBQ Party。今年呢是 Flinders 大学建校50周年，所以说我们也搞了一系列的活动来庆祝。BBQ 这个活动呢是我们一系列活动的当中之一。这次我们的活动也是召集了大概100名中国的留学生，这次100名留学生里面也包括了我们当地的一些高中生，让他们来参观一下弗林克斯大学，以为以后他们择校有一个切身的感受。我们刚刚也是带他们简单逛了一下校园，同时我们这次活动也邀请到了很多学院的一些老师，包括护理、教育、社会工作和商科的老师，他们会给我们分享一些学习的经验。Flinders 校园真的很美丽，面海背山，小伙伴们都在享受着这场 BBQ， 在蓝天白云之下还有无敌海景。 Flinders 举办的这场 BBQ 呢是为了给小伙伴们在 middle break 的时候放一下松，充一下电。这里是澳洲 VTV， 小伙伴们请下次继续关注我们哦。